有请十五官高峰、栾云平表演相声，有请。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哎，感谢国立老师的主持。嗯，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来这儿参加德云社成立20周年。开幕式的演出，哎，这是个庆典啊！我们的心情跟您是一样的，嗯，非常的激动，是特别的兴奋，嗯，你想我们一共才30多岁，哎，德云社已经20岁了，您听，很了不起，是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嗯 嗯，我们是小学生，是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哎，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嗯，他们都走了，你看看。上卫生间了，是一会儿还得回来。对，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可不，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他们也累啊，也得休息休息。是，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嗯、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这是我跟他关系好哦，我们是老乡。嗯，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好啊，我们俩从小就认识。哎，从小一块玩，这关系好，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嗯，互相特别熟悉。是郭德纲这个人呐、啊，嗯，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他有什么问题？说话不算话。他应你什么了？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啊，个矮点。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嗯。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哎，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是。脑子好。哎，脑子快。为什么你不行呢？原因。脑子太笨。我。大家有熟悉德云社的啊？啊，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嗯，各位朋友，您不知道，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若干年前，哎，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是捧哏在一个方阵，分开了，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哎，就是这流程。郭德纲先挑啊，最好的于谦挑走了，是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哎。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嗯，阎鹤祥也好，好演员挑走了，嗯，都挑走了，嗯，让我挑，该你了。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啊！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你损不损呢？你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不至于，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脑子最笨了。德云社那么些人类啊，我算聪明的。不可能，你掐，咱俩在这测试测试。欢迎，敢吗？敢，测试测试。哎，我出个题目考考你。嗨。咱也别赌什么，嗯，你要赌钱呢、啊、赌东西啊，这个不合法。那你的意思呢？你要是猜不上来，哎，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行，我也长长记性。看口吐莲花吗？看看半天了。哎，那行了。哎，我要猜上来了呢？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行，是不是？行，哎，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好，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行行，猜，我知道了。猜不着我揍你啊！冰棍儿。不对，冰棍儿。冰棍儿能吃吗？吃冰棍儿。能喝吗？化了喝汤。能坐吗？愣坐。你有痔疮是怎么的？凉丝儿，凉丝儿，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答案告诉你。嗯，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这是面包、牛奶和沙发。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三样，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没有，对呀、
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再来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好好好，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哦，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他奔西了。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这女生等于是朝东。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怎么了？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这什么教授啊？这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说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五根。不对。对了，怎么算的？头了看几根？两根。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二加三等于五。对，小朋友都知道。嗯，不对，那这答案一根都没有。什么原因？你没注意。说，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嗯，后边三根头发。哎，注意这句，您说呀，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怎么样？没猜着。哎哎哎哎，我再给你说一个。你别说说远看呐，是个成，你就到这儿吧。干嘛呀？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哎，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对对对，说。哎，我说刚才张国立老师也说了。干嘛呀？他要说一个。石富宽老师来了。啊，对啊，怎么了？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行。哎，石先生。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怎么了，爷们？您来了啊！您得帮衬帮衬我。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哎，高峰啊，高峰，跟我来这智力测验。我刚才听见了。是啊，他说了啊，我没猜上来，他打我。嗯，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嗯，咱说让他猜。好主意。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师爷这回为你报仇，得嘞，咱们这回打他，得嘞得嘞得嘞，咱说一好的。好的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行行，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好 好, 好, 好的，我先听听。说这个远看是条狗，嗯，近看是条狗，是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死狗。我这给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哦，不是死狗。不是死狗。您说这谜底是什么？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好，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嘿，您夸我。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我拿这都当好话题。哎哎，准备好这个啊！来呀，来！怎么了？猜啊！行，这什么身段？哎，大身上准备、啊、准备报仇。来来，来爷们，听着啊，要加演一段快书。不是，哦、不是，没有快书不忙。啊，听着啊。哦，来了，远桥是条狗。这老灯谜。近桥。这我知道，远桥是条狗，对，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对，骂他不走，一拉就走，一拉就走，这是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哎呦，这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咱还有没有了？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行，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三毛。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推高了。对。问他，我问他，哎，
好，谢谢。还挺快的嘛。咱有的是，你说一个好的。好的啊，我准猜着。我先酝酿一酿啊，酝酿。来，我妈有仨儿子。仨儿子，大的叫大毛，大毛；二的叫二毛，二毛；三的叫什么？三毛啊，石富宽呐。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不是这乱了乱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怨我！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这不赖你，这赖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好，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啊，没答案。有答案呢？怎么回事？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两个菜，我记住。这回咱打他了，这得嘞，来，得嘞，得嘞。总教习让他过来。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好，听着啊，哎，你说吧，铁锅是吧？啊，对。是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他怎么知道的？什么？你告诉人家呢？哎，得了，不是这回咱们。咱换战术，咱俩也绕住了。怎么？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高了。这回就打着他了。您这边，哎，我来。照相出来好看呀。啊，那高老师，哟呵，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哟呵，啊，换战术了。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先热了是怎么？不是，这就搁半天了。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啊，就这意思。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那，听我这个啊，你来，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这多好，这个。这是打什么？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没有。春节期间民俗活动，嗯，这就告诉咱们了。告诉他什么了？高老师，猜着了，猜着了。这是耍狮子，你听着，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舞狮啊？对，不对？你不对，肯定对。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当然有了。耍狮子哪来的三头？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那我知道，一个狮头，一个狮尾，对呀，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对，加在一起三头，那狮子还一头呢，六耳呢，更对了，你说说，俩人，四个耳朵，对，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八条腿呢，更对了，你说说呀，两个人四条腿，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对呀，加在一块八条腿。还真赢了，一只眼，对，一只眼呢？一只眼，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一只眼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这我一只眼，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猜不着了吗？猜不着，今儿让您长点学问。谢谢。猜不着，我告诉你。您告诉我，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您给讲讲。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你得讲出道理来。当然有道理了。三头什么意思？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六耳。有三头必有六耳啊！哦，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八条腿，我奶奶呀两条腿，嗯，猫是四条腿，哎，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一只眼，没听清楚啊！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不，三头。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他还急了，两条腿，猫四条腿，问你一只眼，问
问什么？一只眼怎么回事？一只眼呢？啊，赢就赢你们一只眼，怎么回事？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什么玩意儿啊？站在这台口边上一阵子非常恍惚，这是德云社的演出吗？在这儿我代表主办方非常感谢刚才河北省评剧团、鞍山市二人转剧团和天津地华摇滚乐队赞助表演，谢谢你们。相声老一辈人都说啊，分各种风格和流派，帅、卖、怪、坏。帅代表人物侯宝林先生，卖天津有一位李伯祥先生，怪从一个相声爱好者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失传了，也可能是观众的品味高了，所以现在的怪都不够怪。还有坏，就是郭德纲这样，他是一种相声的表演风格，但是当小岳岳出现以后，舞台上出现了第五种风格，是什么呀？对，所以帅、卖、怪、坏、贱。我们希望在德云社今后能够把这几种风格都发扬光大。我们听小岳岳和他的搭档孙越好好的说段相声。谢谢，我相信这是老潘的麦克风吗？谢谢，还有热心朋友送来鲜花，还有吗？不是清明都过了吗？瞎说。谢谢各位，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还是满坑满谷的观众，对我们心情十分的激动。我想问一句，就是你们都没有家吗？是都无家可归的。不回了哈。我师傅在后台说了，说让我们说一会儿，然后一会儿他再上来。争取说到12点。对，其实什么演出能够到12点呢？就是谢谢谢谢我们这个业界良心，是将近5个小时的演出时间，真是了不起。这怎么凑够5个小时呢？就死皮赖脸的凑呗。对了对了，怎么凑？他都得有办法，那是，对不对？干嘛？有一个广告要念。新加坡旁碧桂园花园城市，他们说给钱了，一定要让我念。因为前面多少年都忘了，那个赞助商都急了。接下来我们哥俩给您说一回。据我所知，东方卫视在录，明天要播。没错。其实我是一个不顾及那么多的一个演员。对，他们有他们的播出标准。是我最重要的，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让现场的朋友们开心。哎，对，让现场的朋友们过瘾。嗯。啊，那位同志，你要去哪儿？回来。回来。买房去是吗？我们刚说完这个广告。走吧，记住啊，新加坡旁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拦回来了啊。朋友们，想听电视台让播的还是电视台不让播的呢？漂亮啊！你说电视台让播的哈，你出去好吗？东莞台都哭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谁带来的啊，跟谁有关系。出去好不好？
我今天豁出去了，就说那些个不让就不让你们播。嗯，大伙都知道我们在这儿演出的时候挺多的。对，外地我们也演。外地的商演啊，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外地演出，我们是坐大飞机去的。哎，坐飞机，飞机特别快，唰唰唰唰，特别快。您呀、您休息会儿吧。怎么了？这飞机有珊瑚翅膀的吗？鸡吗？那不它不得扇吗？你以为是鸡就扇呐？那这么说，你见过的鸡多了。啊，这，就是岁数大一些。飞机，大飞机啊，坐飞机、特别的快，是吗？百小时60公里。对，那不掉下来了吗？那百小时60公里，多少？我走着都去了，知道吗？多少？这1小时600，1小时600公里。哎，唰，特别的快，快。就到了目的地。嗯，我们去的时候坐大飞机。嗯，可是我们住怎么样？不住火车站。这，我们这是要饭去了。嗯，就这么尿性。那是，都尿鞋上了快。大宾馆。哦，大酒店。星级宾馆。是。5星级宾馆，必须5星。我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们一场。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什么都不懂。对。发了一张房卡。都那样。这个房卡插进去，拔出来，绿灯一亮就可以进门了。哎，没错啊。都这样。是啊。你看他。插进去，拔出来，插进去，拔出来，这推门开始推了有40分钟没推开，那这房卡失灵了，最后一拉开了，好神奇的门呐、那是我有毛病，可能是、反正是开开了，进去吧，嗯，进去以后发现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什么问题啊？没有电。酒店会没有电吗？其实人家有电，有插卡取电啊，都那样。我们可不知道啊，我们头一次把所有开关都给开开了，哎呀，还是没有电。是啊，怎么办？我们俩只能在屋里摩擦起电，不管用，各位，不管用、多新鲜呢！你摸出血来也不管用了，蹭秃了皮也不可能来电，那不可能。最后发现蹭出血了，不是那个。太狠了！发现插卡取电啊，插卡有电了啊、我就出去玩去了。你还是不累啊？他就上厕所了。您琢磨厕所，他也有门呐，多新鲜呐！这位老师就推门推，推了40分钟没推开，一拉就开了。拉吧，拉了半小时都没有拉开，那就是门坏了。最后一扒拉开了。我要是去日本就死了，我告诉你。好神奇的门呐！没听说过，不就这点开法吗？哎呀，大哥，你回来了？尿了吗？尿了哈。啊，你那厕所什么门呢？那你甭管，反正人家尿了，尿了。哎，尿哪儿可不知道了。尿门上了吧？哎呀，尿性。就喜欢演这样的出，特别过瘾。就是你们播不了、就反正进去了啊。这废话，进厕所。进去以后，嗯，发现一个更严峻的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马桶。我走到衣橱里了，是吗？其实人家有马桶啊，隐藏着呢。隐藏着。摁某一个按钮，马桶自动它就呈现出来了。哦，这个节省空间，也为了美观啊。对。他可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坏了，嗯，我都憋坏了呀。那是，我光开门开了2钟头啊。你可以，我还是有毅力的。怎么办？那是想出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拉裤子里。对，嘿，什么？拉裤子里？那门不白开了吗？你想的是这个？废话，不能拉裤子。不能拉裤子。发现旁边啊有报纸，有的报刊。哎，嗯。有一个好主意。什么主意？一会儿啊用报纸擦。对了，这会儿那不还是拉裤子里了吗？那怎么办？你没生活，我告诉你啊，拉报纸啊。漂亮，你看，好主意啊。那是拉报纸上一通裤子噼里啪啦拉完了，还噼里啪啦还擦完，站起来低头瞧，怎么样？这个东西怎么办？什么？找地儿扔啊。扔哪儿啊？找地儿，都没地方抛弃啊。还抛弃？就这会儿功夫，外边有人敲门。谁呀？服务员要进来打扫房间。哦，到时间了。他慌了。是啊，他忙了，条件不好。这怎么办？你有经验可以跟人说，不用打扫了，就完了。我们他害怕了。对，我们这怎么办？想着。我的天哪！
长城，快走，跳板去！我吓一活的，我他哪动得了啊？你让他走。敲门声越来越急促。对呀、啊，响哲，响哲，嗨，干嘛呀？吃了。嗨，我跟他斗什么闷的呀？我依然存在，你说怎么的？我都踩一脚啊！把拿起来了，拿起来。嘿，你要干嘛、啊、你？你拿起来干嘛？你哎，谁说的吃？哎呀，太恶心了啊！我不知道你走你 你怎么了？这是呼墙上了。哎呀，太恶心了！东方卫视把那个机器关了吧，省省点电啊、哎！早就关了，人家你绝对播不了，我告诉你，我就让你播一句，我不姓孙，我告诉你，过瘾吗？爱听吗？我还爱说呢，有这瘾。呼墙啊，开心怎么着？哎，迈步。就要往外走，出厕所，哎，就这会儿功夫啊，服务员进来了，人家刷卡进来了，而且进厕所了，哟，一推门，哎呦哎呦，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其实我敲了半天门了，啊，关键是我想给您留一个纸条，我们这个马桶怎么用？啊，怎么用？啊，我真是对不起啊，瞧见了，瞧见了，嗯，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场景多么的尴尬，是有点丢人了。你搁谁谁也没辙了。你怎么办？他多聪明啊！我从兜里掏出500块钱来，500块递给服务员，干嘛？同志，这个你拿着。哟，这个事儿咱不要说出去，封口费。你猜怎么着？怎么着？服务员没接，嫌少，从自己的兜里掏出1000块钱来，1000块钱递给了他。啊，同志，这个您拿着。我拿着。您能告诉我啊，你是怎么拉上去的吗？我怎么？真事儿，各位，谁告诉你真事儿？真事儿，没听说过这。您别胡说了啊！好，东方卫视开机。嗯，还想听吗？听就类似刚才这样的，还是就是关机的呀？太好了，我跟您各位说实话，干净的我还真不会说，真的。干净的快说完了，嗯，说点真事儿吧。你还有真事儿？其实啊，我们这些年出去卖去，我们挣了点钱。我呀，我是你出去卖去。什么叫做咱们出去卖？卖什么呀？卖什么？我知道卖什么呀？卖艺，说相声啊。你说了吗？就你这样的卖，别的不得赔死吗？谁买？谁买？也就贾玲，贾玲呢？贾玲呢？走了。还有底线？我是有底钱的人。出去卖艺说相声，卖艺挣了点钱。嗯，我买了一个车，买车，对，特别好。你买什么车？特别好，就它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无所谓，知道吗？废话，不代步工具。你买什么车？我听听。你是怎么拉到墙上的？我让你问我了，不是这不聊天吗？你买什么车？我听听，我看挣多少钱。买什么车？你躲开我去。我小声的告诉你不就完了？不用，你可以大声的说，什么车？永久对我来说，自行车啊，它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你等会儿，废话，无所谓，是无所谓。自行车，自行车怎么了？那真的有什么可说？瞧不起我们骑自行车的，是不是？我怎么瞧不起你们了？你骑得了吗？我怎么骑不了？你骑得了吗？我怎么骑不了？他骑自行车，怎么了？只见一人蹲着前行，不是没那么那座小，可能自行车卖掉了啊，换汽车了，换什么汽车？我听听什么车？哎，说说，吉普。怎么了？怎么跟做贼的似的？吉普啊，什么牌子吉普？今天吉普还什么牌子？吉普吗？勾阿阿坡吉普。我听着跟村企似的。嗯，没有文化，没有文化。谁没文化？还几个牌子？就美国那吉普是吧？我不管哪国的，反正我就 SUV 是吧？哎，越野车特别好，是吧？三驱。哦，三驱，您这是残模吧？美国还有吉普的残模呢，是怎么着？什么叫残模呀？三驱这怎么走啊？这个几驱？两驱。两个，要不两驱，要不四驱。我那车两驱。啊，两驱，左前右后。对，我推两驱。您这车拧着就出去了，是吧？干嘛拧着出去？废话，没有，就在一边。一边。啊，就全在后边，在前面。前驱。前。哎，我那车前驱的。哦，前驱的。你还离我婚是怎么着？
怎么还前驱的？谁说离过婚？前驱，前轮驱动吗？啊，驱动驱动。开着车我就上了高速了。你还上高速啊？上班啊。上班啊，京藏高速，我们家住那个昌平，我昌平人。你这个你哪儿人？说实话。昌平。再说一遍。郊区。哪郊区？你哪儿人？说实话。河南。怎么了？我骄傲了吗？我没瞧出来。我自豪了吗？你哪人？我北京的。我瞧不起你了吗？哦，对。我有没有表现出我瞧不起你的样子？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招你，北京怎么瞧不起我们？不是你别往说昌平。我住昌平，住昌平啊，住昌平。怎么这么别扭？听他说。京藏高速，上了高速坏了。怎么了？出事儿。啊？什么？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把你的笑容憋回去。掩藏啊、你瞧出来了是吗？废话，出什么事了？今天着了，着了！哎呀，睡着了？什么睡着？车着了，自燃了。你至于吗？那么开心？那太开心了，我今天就自燃了，着了。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啊？啊！后来我发现什么呀？没松手刹。愣滑着的，着就着了，无所谓。嗯，我从高速上翻下来，你从高速，哎，坐公交车，你等会儿，你等继续给大伙演出，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好演员都这样，你等会儿，你那车自燃了，对呀，着了，那，你从高速上翻下去坐公交车，妈，合着这里没烧着你，烧着我能站在这儿吗？废话，没烧着你，你说他干嘛呀？后边可乐呀，我后边惨，翻过去大卡车，咔。你信不信我弄死你？要死早死了吧！不是你这后边怎么惨？我听听。坐公交车，还上过来辆公交车啊，我就上去了。上公交？哎，你瞧这模样，上去了啊。旁边有个座儿，坐吧。吧唧，我就坐那儿了。怎么？吧唧吧唧。我刚坐那儿，嗯，过来一个大姐。大姐，让我起来。起来，起来。给我大姐给我晃来，来，你晃。这是我的座儿。什么叫你的座儿？大姐，你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儿？对，再说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凭什么呀？我是孕妇。哦，孕妇，老幼病残孕。哦，孕妇，这上面写了老幼病残孕，咱得让座啊。哦哦，我看你这肚子，我看不出来几个月了。几个月？仨钟头了。哦，仨钟头。这是刚下班啊，这是。我的天，咱赶紧，大姐坐着坐着。对对对，你别动着胎。危险期，来来来，什么危险期呀、啊？疲劳期这叫。你说这大姐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啊，没有，嗯，从兜里掏出一个湿纸巾来，干嘛？新相印的，哎，还新相印，他就跟那擦，擦擦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嫌你脏，嫌我脏？对了，我新换的裤衩啊，真是，他凭什么嫌我脏？您等会儿吧，我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别让着，你穿一裤衩让什么你？怎么了？不是你坐公交车，你穿一裤衩的去了？怎么了？您那裤子呢？那不着了吗？改金蝉脱壳了。哎呀，擦完坐那不就完了吗？没有啊，没有。怎么呢？又掏出一个干纸巾来，接着擦。又擦一遍。擦完这才坐下。你看，谁成想这大姐刚坐下，嗯，出了一个虚功。什么叫虚功啊？文言文就是放了一个屁。你对对对对。别糟践文言文，你这我得说两句了。那放屁说什么呀？不说两句不合适。你说什么呀？我大姐真好干净啊！啊，擦两遍不行。怎么呢？还吹吹？还吹吹？你损不损呢？你好，开机。哎呀，说了那么多呀，这个我师傅后台可能也歇够了。他两个师傅歇会儿啊。这刚才说的这两段肯定也播不了。对，我给大伙唱几句，好不好？好。哎，想听什么唱？我会唱，咱就唱。五环之歌刚才五环之歌别唱他们已经唱了，对，臭不要脸啊，什么野子沙宝亮在那儿的，我敢唱那个吗？野子，这个野子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你说点野，嗯，用意思你乐着呗，唱不了，这也 太有难度 了，唱个别的好不好？点一个别的啊，除了五环的不会别的了吗？乡村爱情？什么？谁说乡村爱情？怎么还有乡村爱情呢？往事只能回味。你们俩有事儿吧？
么呀？有事一大老爷们儿，王世直的回来，五环吧，好不好？就是孟大爷，六环少一环，我真的唱吐了，这破歌儿，是真有点吐了呀。说实话，你来个新的，来个别的，来个别的吧。嗯，最浪漫的事唱给大家，好不好？好，哎。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还是这好听。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他说最爱我的唇。哎呀，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把别人拥入怀抱，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脱掉一切陪你们睡。这就别唱了。据我所知，现在已经10:30了，马上就10:30了。从7:30开始，哎，我爱你。从7:30开始，演到现在10:30，你看这都10:30了，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累了，啊，武汉也有空座了，有那么几个空座，估计是你先回家了。嗯，没关系。有的朋友说。你今天是第三次出台了，为什么？因为，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就好挣钱。我第三次出现在舞台上，为什么？因为第一，我颜值高，高。第二，我谁退票？谁要退票？退去呀！票房早下班了，退去呀！我看这一片还要退票，你们买票了吗？这一片买了，真有意思，还退票，退不了啊，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退票。你要觉得不过瘾，比如说你可以包我，我觉得我可爱，我乖，你可以包我，那就随便了，对不对？我看谁说2分，我看谁说的2分。讨厌，不要不要不要瞎喊了啊。因为我红，因为我膨胀，最近确实很红。那个你看，我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包括唱，我最喜欢唱，真的，我最喜欢唱。像我们后台其他的演员都不行，包括我师父郭德纲唱的不行，真的唱什么都是戏味儿。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师父上夜总会，上那个KTV， 这样解释好很多，就是 KTV 去唱歌去，我师父点了一首歌叫 Superstar， 听过吗？啊，他是这么唱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这英文这是什么呀？这是他不认识，所以说他不会唱。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现在可以各位可以去。这你笑什么？郁什么？真有意思。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您可以。你是电，你是光。你看，摆平了，你看，不敢言语啊，不敢说话了。岳云鹏。我觉得你的表演风格越来越便宜了啊！没必要说这个"便宜"这个词儿，就是而且在这个台上，是你是找不开零钱了啊！你刚才说什么来，让我听见了啊？就是不行啊！我怎么就不行了？你不要听那些女演员瞎说。我没提女演员的事儿，就说您唱的不行。哦，唱的呀？啊，那个。无所谓的事儿啊，因为这个这人就不一样，术业有专攻，有的唱得好，有的唱得不好，这个很正常啊啊！你说我唱什么唱得不好啊？就是太平歌词啊！你要死你啊！你要说芭蕾舞，我是来不了；太平歌词，我还来不了吗？来不了啊！不是，打你还说河南方言那会儿，我就开始教你啊，到现在怎么我不行了呢？又，嗯，我现在也会河南方言啊。哦，你说了这些，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唱的好啊，我想跟您唱一回，怎么了？就这意思啊？听不出来吗？真有意思，叱咤江湖多少年了，这都不懂。我也是岁数大了，我跟你说啊，咱俩合作一回。谁呀？咱俩。你要跟我唱太平歌词啊？哎，你说的真是人话啊。行吗？你还会唱吧？会啊，因为这太平歌词是说相声说学逗唱里的唱，嗯，哎，我们必须得会这个。你演员在台上，一个是要会太平歌词，一个是要会那些个开场的小唱，各种小曲儿，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会的啊。嗯，这也是从小在我跟前长大的。那你要愿意唱，咱们就来几句吧。你别太多，咱俩人唱一西厢，好不好？西厢，好个屁，我不会。这个货呀，我告诉你吧，树叶过河全靠一股子浪劲儿，知道吗？这是个谚语，看见没有？歇后语，树叶过河全靠浪。你怎么能不会呢？这我是那个树叶吗？你是那个浪啊！可这个都说出来了。西厢是说相声要会的，嗯，群唱的小曲儿，整个用各种曲牌连起来，大约要唱全了一个半钟头，啊，而且这也有，你也甭好，这太多了，而且这唱完天都快亮了，炸油条了都出来了啊，啊，可以掐一点，大伙儿尝一尝。可是你要不会，我没关系啊，啊，我叫人呢，有人啊，这也是个技能啊，哎，来人上人，会唱西厢的上来一个，唱西厢有的是啊，好，来老来。来儿子，真正的德云一哥，我跟人家比不了啊，人家根正苗红啊。来来来，我认识这俩啊，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别客气，快来来来来来，那个这个矮，让他来的啊，给你来这个，快来，这翻这啊，这个更矮。哎，对，你都没个师哥的样啊。这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啊，这你们都知道啊。自从他减肥成功之后啊，我天天打开微博呀。10000多姑娘天天跟我说，爸爸您要注意身体啊，也不是从哪儿拎的，这是啊，这个既是我徒弟又是我的干儿子啊。想当年最小的时候不点小孩，就是那个留小一小辫儿啊，那个京剧神童陶阳，现在长大了，艺名叫陶云盛啊。嗯，你师哥呀，说唱西厢他不会，他不会，他把你们俩叫出来，咱们唱几句让大伙儿尝一尝啊。咱们也不会啊，那咱们走吧，事儿不早，咱回家吃饭去吧啊！一台不要脸啊！什么话这个啊？还把我爸放眼里了！这，你倒给说实在了，这点事啊。嗯，西厢啊是，我就兴奋太大。这西厢是群唱的小曲儿，嗯，什么叫群唱呢？德云社演这个叫
好几百人搁在一块唱，因为这里边有主唱、单唱、拆唱、伴唱，什么都有。要光我们仨人也太单，这人也不够啊。那怎么办？你说你还我给您叫一帮人，叫几个伴唱的吧。伴唱的，哎，有没有伴唱？伴唱有没有黑鸭子？来，黑鸭子。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啊。伴唱有没有伴唱的？来来来，合苏的，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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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二十人就够，多了不用，哎，闹腾了啊！哎，这个就尝一尝就好啊，这都是我徒弟们，都是啊，来，快来，快来，都站好了。对，行，那个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唱一点点西厢的小曲儿。那我呢？他们伴唱。哎，哎，你看你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好不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咱们这样吧，因为都唱全了，一个半钟头也犯不上啊，怕人也听腻了就掐一点儿，别来架子曲了，就是那个梆子佛吧。好，一人一分梆子佛，我唱太平年，后边来几句云苏调，你们跟着一块合苏就行了。梁晓坤带着板儿了吗？来，打板就唱，开始。来，小琴童不消停，手掌着灯笼走进了房中啊，相公啊，怎么样？功名就如山中哎，小青铜把话明，尊了声相公，您了人家听，明日啊。怎么样啊？明日就早登城，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通说话欠点聪明，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呐、啊，美貌的娇妻火化兵，年太平啊，不该来借宿，就在普救寺中啊，来只在花园呐、啊，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呐、啊，说话之间敲楼起了更啊，年太平。这是太平年，接下来云苏调，打起精神，咱们一块儿。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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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行，都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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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云鹏呢？
行，由于又是岳云鹏安排的，这段还不错啊，唱的不错啊，唱的不错。你学会了没有啊？为您点赞。哎呦，我学他没有用哦，我又不挑班、啊、什么话、那个、怎么一点追求都没有啊？挑不了班，这挺好啊。那个咱俩唱一个太平歌词吧。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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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满足岳云鹏的这个愿望啊。嗯嗯，因为今天是20年大庆的开幕式演出、嗯、这样在唱太平歌词之前，我有个建议。您说咱们两个唱个评剧怎么样？评剧我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你这要死的样子。这演戏很尴尬吗？哦，我不会没关系。怎么了？我给您叫个人。哦，你有找人的能耐啊。当然了，唱评戏的。哎，还有唱评戏的啊。有没有会唱评戏的？有没有啊？完了没人，就是你吧。呀哈，你用那个矮的。哎，何苦为难自己？哥呀，你上这儿来吧啊！这都认识哈，你潘大爷。我大爷，大爷。潘大爷啊，不带骂人的啊。没啊，这个您来了啊，嫂子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啊，你四下撒嘛哈。闺女来了吗？来了吗？啊，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闺女叫潘阳啊，可好看了。一眨眼，他都当了妈了，是啊，没错。就这个玩意儿，你倒是不嫌老哥，真的。逆生长，我发育的还不错。那就好啊。有人在外边问我说：“那个俩老炮儿台上聊这个，这你让我们也嫩一回啊？对，你让我们也。我们爱说点这个啊。这个潘哥，我们跟别人交情不一样，我们俩都唱过戏，对，都是同行啊。那会儿。”潘阳小的时候，我最爱潘阳一句话就是：“闺女，我跟你爸爸谁个儿高啊？”“你个儿高。”孩子傻实惠啊，这童言无忌真是的啊！但是这么些年来，我这看着你，怎么比那会儿还矮了又啊？有吗？你看他穿个内增高还这样，我还特意穿个平底布鞋。谁？咱俩把鞋脱了，看谁穿内增高。你别，你脱鞋我都看不见你了啊！那个岳云鹏说要唱评戏，他不会，咱俩唱一个吧。啊，这样啊，因为我跟德纲，以前都唱过评剧，对，都演过小花脸，对。那个月儿呢，他可能听评剧听的还是少，他听的少，我会唱，他会唱啊，会唱吗？评剧来两句，来两句，来两句。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可以了，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许。你可以了，你够了，孩子，可以了，可以了啊！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你唱的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们说的是评戏，知道吗？我唱的是评戏，多新鲜啊！那我们俩聊天，你也别闲着，你不是能找人吗？啊，你去找俩拉弦的来啊！找俩拉弦的，哎，有没有拉弦的？哎，会拉的可有的是啊！不是，你说清楚，你得出音儿才。说清楚拉什么？哎，拉。拉弦，拉弦，拉弦，拉弦都来，跟那边坐着啊。这边这个，其实我好些年不唱了。您有日子没唱戏？我有35年了，差不多没唱。真的呀？嗯，要不咱俩走吧，人家。对，上来了多丢人呢。好几十年不唱了，就跟俩外行是一样的。对对，差不多。啊，但是弦都来了，钱我都花了，也不可能再退咱们了啊。那个要把他人撵走，把弦留下。哎，对，还是你比我会过日子啊。那你唱几句？这样，我唱6句屠夫状元里的一首一段一小段，啊、完了你呢、再给大家再唱几句，别笑，因为这个我跟大伙儿说一声啊，我们这唱戏啊，这个分关里和关外，没错，以山海关为界限，关里关外，我是典型的就是关里的唱法，他是关外，你听他那个音乐旋律啊，也很跳跃，很活跃，还有很多比如说二人转的旋律什么都有，他们唱的比较洋气一些，我唱的这就比较传统一些。这是我们俩不一样的地方啊，风格不一样。哎，您各位也都尝尝啊，那您先来吧。那我先来吧，好不好？我先来吧。你唱完，观众要是一翻脸，我好跑啊。你们好，跑。对对对，我好跑出去给你开门去啊。不是，先给我起个调，先给我起个调。唱什么调门啊？嗨C啊，行，可以。多嗨都给你给塞进去啊。多嗨都给塞。行吗？我出哎。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好，再来，低不低啊？不低啊，不低，可以，不低啊，行。
我出门三天又凉有点低，我就有点低。哎，等会儿别拉，别拉了，你孩子行了，低低点，这么给他长点，长点，长点，长点啊！因为这个好长吗？好长，好长，好长，没问题啊。嗯。我出门三天又两晌哎，挣三副猪大肠啊。头蹄下水心肝肺哟，连脑袋操两个筐哎，虽然劳累我心欢畅啊，杀猪的赛过状元了。哎呦，跟刚才不一个调是吧？哎呦，没想到，真是，啊，都高了，高了，高了，玩我，没，这个，真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哈，这个驮老婆高升，真是，这跟驮老婆有什么关系啊？就真行，我没想到，我前些日子我们录那个《欢乐喜剧人》的时候，在后台我听他说啊，昨天哑，一直没好，又拍戏干嘛的，调门不够，挺难受的。今儿您喝出去了，哥啊，来喝出去了，我也别太高，我就喝点吧啊，我来来来，咱们我唱一个，唱一《流云达姆》，我也唱什么就六句八句就够啊，来。你说比古就比古啊，有句古人说端详，昔日有过小流云能打母，我后来一定做皇上，我若登基做了爹，高升吗你就是啊正宫娘娘。兄弟，你真行，你这嗓门啊，这家伙赶上叫驴了都。哎，你夸我这是啊，特别亮。俩是一个叫驴，一个驮老婆啊。咱俩搭着一块上庙会上唱去吧，准挣钱啊。得嘞得嘞，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辛苦了，您辛苦了。谢谢你们。他们都走了，行，别客气了啊，咱找机会咱们来出全的好不好？行，可以啊，小月。哎，会了吗？我学他干什么？我来。啊？不是你不让我上来，不让你不学评剧吗？我不学。你不学让我上来干啥呀？哎，他就是玩你。嗯，没事。哎哎呀，我怎么样？仗着腿短踢着不疼。踢那么高，踢我腿肚子上。12:10了啊！哎，给于老师的啊，快点一块儿。还有高老师的，哎，过来。哎，哦，哟，这边还有。来吧，上来。或者还有房卡呢。哎，哦呵，特别粗特别大的那是你的那个。哎，这路话说的啊，这是什么东西？这还有啊，这观众的素质有待提高了。这多好，这是个武器。太好了，真是观众看透了您了，这是。嗯，来就来吧，你说还花钱，就是无以为报啊。哎，你说谁就听相声听到后半夜去，这是啊？说的是，以后咱们就得在旅馆里边说啊，这进不去。那是啊，连吃带住，就很快乐的事情。其实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点枯燥，是吗？尤其是我，真的，我是一个特别无趣的人。
么？不像人他哥俩，喝酒啊、聊天啊什么的。是。平时还养个小动物啊，玩嘛。熟悉的人都知道于老师喜欢动物，哎，养那个小矮马。是。多少匹了？现在？这60多匹了吧？每一匹都有它的骨血。哎，谁说的？您都骨血像什么什么血？心血，浸透了于老师的心血。对，确实不容易。高峰也喜欢小动物。哎，高峰那回说，我想养个小猪。哎，您别乐，我属猪的。养小猪，谦儿说养呗。你家里没地儿，你搁我这儿呗。哎，他自个儿有个大院，朋友啊，买俩。哦，干嘛呀？你一个，我一个。哦，搁在一块儿养，然后那俩猪有个伴儿，就有个伴儿。你这玩意儿，这俩。俩人连猪都不放过，啊、这叫什么话呢？买两只小猪特别可爱，哎，买回来俩人发愁了，怎么一模一样啊？哦，没区别，哪只是你的，哪只是我的呀？嗯，哎呀，愁啊，愁跟什么似的。最后，谦儿有主意，怎么拿刀瞪着猪耳朵，刺儿，哼，拉下一个，这个啊，一个俩耳朵的，一个一只耳。哦，这就分开了。哎，这个耳朵切下来了，一会儿咱们中午就炖了呗，是吧？哦、吃了。两个爱小动物的人，啊、哎，爱吃猪耳朵这。哎，爱吃小动物。于老师最爱小动物，嗯，现在几乎到了每顿都得有的状态了。哎，好家伙，主要吃那脆骨，那得残疾动物。两只猪在一起快乐的生活，哎，有一个一只耳朵，那快乐得了吗呢？一只耳是于是老高的，对，俩耳朵这是谦儿哥的，咬一喘会儿。转天来电话了，嗯，高峰你来一趟吧。怎么？俩猪打架。是，这把那个耳朵也脚咬下去了。对呀、啊，他看他别扭，到那儿去，俩人愁的眼泪都下来了。是，怎么办呢？谦儿拿刀，刺儿。哦，哎，我这个啊，嗯，这个这俩都没有我耳朵了啊。对，你那剩一只耳朵。哎，这行。嗯，一会儿吃这个耳朵吧啊。对，转天又来电话了。嗯，你来一趟，俩猪又打起来了。嗯，现在俩都没有耳朵了。得，俩秃猪，你这事闹的。秃猪，谦儿有主意，拿刀。猪这尾巴刺儿切了，猪尾巴。现在咱俩这猪啊，就你那个还有一尾巴啊，嗯，我这两头都没有了啊。我们也得换换口啊。就是，对，转天来电话了，那打架尾巴也咬下去了。哦，这俩猪两头都没有了，哭哧猪。这俩人看着猪眼泪汪汪的，这怎么分呢？没得切了，一个多钟头。嗯，谦儿说，这样吧，怎么着？黑的是你的，白的是我的，这早就给你。今天来这儿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是啊，有的人您认识，有的也不太熟悉，把他们叫上来，咱们大伙儿再熟悉一下啊。嗯，来，都上来，岳云鹏，你们搁哪儿去了？快来，嗯，来吧，都上来，都上来，后台所有说相声的，呀，快来，快来啊，我都睡一觉了，我们。来吧，来。不用站这么齐齐，随便啊。这个啊，张鹤伦呐，有喜欢张鹤伦的是吧？鹤伦呢？鹤伦呢？过来，这儿这儿这儿。这个每一个演员都有不一样的粉丝哈、啊。是是。那个喜欢你，你给大伙唱两句吧，好吗？好。唱两句那个能播的那个啊。好啊，来一段《妹妹来看我》。说准了是能播的啊，错不了，你放心吧，哪有能播的？哎，错。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咬了妹妹的脚。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飞机来，飞机上面的大款多，我怕妹妹跟他们过。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来到德云社，德云社里的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弄死你！我告诉你啊，台上无大小，台下里烧饼啊，来烧饼过来，快来，还有饼饼，哎呀，喊的这么嫩啊，这烧饼这打小跟着啊，那边喊的说你是他男神啊，谢谢谢谢，你别说，好几千人有一个喊的不容易啊，哎，这是你的托啊，这是，哎呀，行，好，
祝你们幸福吧啊！那个烧饼打小跟着我长大，啊，就这么大的时候就跟着我，一晃现在这么大了，就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看着他有今天的成绩，我挺开心的。爸，爸爸，您跟我担担妈好好过。那可不了，我们会努力的。我们响应政府号召，只生一个。行，嗨，啊，好吧，好吧，好吧。那人家观众喜欢你，你给大伙演个什么呀？说一个，唱一个，还是怎么着？您想让我演？来什么？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什么舞？骑马舞。哦，好，没听明白。好，回去吧，没事。好，那去。没听明白就回去了。没听明白怎么办呢？天儿也不早了。还有谁？云鹏啊。来，小月。云鹏。快来，小小月。哦。哎。那个小月，娘娘闷闷是什么段子？观众点你了，说要看你娘娘闷闷啊。你帮我好不好？没问题。有人说了啊，云鹏唱《送情郎》送的好啊，你要不要给大伙唱一个？我带你一块儿，我带你啊。哎，您给起头，我带你，咱们一块儿唱《送情郎》啊。好好好。对，这会儿咱们调门低一点啊。啊，好好好，嗯。一波让你又来呀！唱，谢谢啊，谢谢。怎么了？这我是接不上。那你来，你来。一步叫你又来呀，二步叫你愁啊，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人啊，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要要，好了，过过瘾得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啊，郭麒麟呐，大林呢？哪儿去了？来，儿子，嗯，快来，嗯。你得喊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吧。太客气了，啊，我大儿子啊，这个他们都喊你，你给他们唱一个是怎么着？我表演一个吧。好呀。我直说不表演。哎，来一个吧啊。来一个，嗯，来什么？我也唱一歌行不行？好呀。好吗？好。挺不容易，因为我很少唱歌。哎，我年纪轻，我唱一个这个动画片的插曲，您看行不行？好吗？这好，还真没听过啊。你来吧。啊，这个想当年有一个动画片叫《西游记》。哦，那可是老片儿。这个张伟进老师唱一首歌叫《你真了不得》。哎呦，我唱这个好吗？来来来来来，好听好听，听听啊。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猴哥那个猴哥，你可曾记起？行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这一唱这就不让你出来了。哎呀，了不得，太投入了。行了，哎呦，犯病了，你们来这儿啊！到十二点了，要现身了，这是啊！这你们男神就这样了，感觉。要这样都可以，男神孙悦也是可以的啊！啊，孙悦，快来吧！这叫架愣人，你知道吗？猪哥，不是猴哥。还是这个啊，给大伙抽一个。孙悦，抽一个。孙悦，我师弟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对啊，这个孙子呢，这孙子干嘛？这个外孙子啊，还不如他。嗯，毕业之后呢，他小的时候说相声，对啊，后来毕业之后呢，分到北京动物园当动物啊，当动物，就隔壁，对，干嘛呢？喂动物，喂大象。对，那回我们家来小孩，我要去动物园，我带他上动物园，正好找孙悦喂大象。那个大象啊都露了肋条骨了，他胖了都没人样了，是不赖我，赖园长。那是啊，一晃这么些年了啊，在德云社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啊，跟着小月一起不容易。是啊，兄弟，就有一天真是我当了皇上的话，我会又来了，对，我会把你许给大太子的啊。这是你的肥肥。你太难听了，这个啊，好吧，没有你们要单点的演员了是吧？谁？
严云达呀，哦，严云达，来，老大，这是我大徒弟啊，1994年收的，开山门大徒弟，专门负责开门的啊。给他们唱两句吧，人大伙儿这么喜欢你啊。哦，唱一什么呀？你们想听什么呀？我得提前说一声啊，我们这个徒弟啊，反正每个人找自己的风格。我们这儿有一个岳云鹏，有一个张鹤伦，有一个严云达，这仨人风格大概差不多，但是又有略微的小区别。严云达的表演特点是以猥琐见长，知道吗？所以一般超过50人以上的演出不让他参加啊。但今天这二年大庆，又是大徒弟，你要不让出来不合适啊。嗯，唱两句吧，找那个尽量能播出的啊。哦哦哦，那个咱们唱一个那个去年比较流行的一新歌吧，咱们唱一个 Small Apple 好吗？我要能听得懂，我是那个。那个我唱一个另类版的啊。好啊，那个现在基本上都改成广场舞了，没有意思。好啊，唱一个那个过去东北有个小牌子曲儿叫《春歌上宫调》。嗯，然后拿这调呢唱小苹果的词儿，你各位你听吧，怎么听怎么欠。哎，那行，来吧，简单给大伙儿唱两句。来吧，我的儿。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不嫌多，红红笑脸暖心窝，我的哥们儿啊，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你可别说是我教你的啊。好，这个风格就跟你谦大爷教出来的似的啊。没有啊，就没有了吧，可以了吧啊。听跟上访的似的啊。他喊的什么呀？没听见。谁？陶阳。陶阳啊。陶阳在呢吗？来来来，陶阳呢？唱二黄。都淹没在人群后面了啊。来，儿子快来啊。我像这个以后往前站。你坐在这儿其实都没事，孩子啊。以后垫着脚站桌前面啊，不挡我。那个好多人都喜欢他，那些年他这么高的时候，我记得每年春晚唱戏都有他啊，5、6岁7、8岁红了都不行了，多大场合的戏曲演出他是最后一个出场，可爱之极啊，一晃长大了，但是艺术感觉是那是没问题的啊，大伙儿喜欢你，你唱两句吧好吗？什么感觉没看出来孩子、啊、那个你是唱个歌唱个戏是唱个太平歌词什么的？唱个太平太长了啊，淮河营太长了，因为它有2句，不行，不适合啊。两句还长了，要不就唱这个吧？啊，也行，啊、行，就唱两句流水。流水版啊、哦，来来来来来。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得咋？在长安是你夸。大花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李左车，右手再把乱不拉，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最大特点就是你要正经的，我们有正经的啊。嗯，你要那个也有，反正是啊，那个多。行嘞，行嘞。再来个那个。这个今儿开始的时候，人家东方卫视一直跟我说哈，不要太晚，我们的卫星转播时间只到凌晨1点钟啊。这还有喊孟鹤堂，小孟呢？这都是我徒弟啊，这个跳舞唱歌都行啊。你们让他来什么呀？跳舞也没个音乐啊。啊，拖一个，拖一个，你的特长是拖一个。师傅，咱是卖什么的呀？就是卖那个的啊。我也唱一个吧，唱一个也好，来两句吧，天不早了啊，唱一个啊。有一个电视剧啊，电视剧《西游记》啊，《西游记》。别唱了，你要不你换一个？你要是跟郭麒麟一样，你就别唱了啊。不一样，不一样啊，比他那个猛啊。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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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过门都唱出来了。噔噔噔噔，你牵着担，多疼啊这玩意儿！
于老师，您这个师傅，我就会这词儿。去啊啊！别的不会了啊啊！来，哪儿来一外科大夫？啊？阎鹤祥啊！好家伙，合着这几百人每个都有自己的粉丝啊！这么唱得唱到天亮的。千里大戏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嗯，今天是德云社20周年的我们的店庆啊，难得各路英雄好汉都来捧我们支持我们。从我的角度看，整个北展从头一排到最后一排几乎没有什么人走啊。当然我看有几个小夫妻着急回家，可以理解，刚结婚啊，什么就可以理解，走就走就走吧。反正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演出就一场接一场了。这一年呢，有相声，有戏曲，有什么舞台剧，有相声剧，各种形式都有。离着最近的是5月1号、2号，嗯嗯，我在北京保利剧院，我要唱两天戏。哦，头天是评剧《包公铡驸马》，就是秦香莲，我是前王彦霖，后赶包公。第二天是京剧专场啊，陶阳唱一出《斩萧何》，这是赵林童先生亲授。后边我唱一出海派的连台本戏《刘公案》的《血风告状》啊，也叫《黄爱玉上坟》。有时间的各位上保利，咱们那儿约一下啊。还是那句话，水平有限，能力一般，谢谢各位这么捧我们啊。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我们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把它献给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啊，是啊，还有蛋糕呢。哦，那推上来吧，先啊，不耽误啊。来吧，来来来来来，把蛋糕推上来啊。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往前排的观众身上扔啊。行嘞啊，真好，这么大个啊。因为熟悉我们的观众都知道，不管是封箱开箱的时候，舞台上经常会出现蛋糕啊，然后我们会把蛋糕扔到身边演员的脸，就剩你了啊，就扔的是我，那么都跑了啊。今天我们这样，咱们定一规矩，演员穿大褂的都不许扔蛋糕，都扔到观众身上，一会儿好不好？太好了，来，我们先唱一个大实话，唱完之后咱们再玩。前后门上锁，不要让他们走了。要不然这么大蛋糕哪扔得过来呀？啊，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咱们这行完了。哎呀，老百姓都知道说相声不团结啊。对，早就完了。有时候不那么亲哦，勾心斗角好寒心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到如今。嗯，要说亲，啊，观众们亲，对，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国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一道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那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谢各位，德云社20周年庆典演出到此告一段落，祝各位晚安，也祝德云社生日快乐。请观众朋友们一起为德云社唱响生日歌。快乐，祝你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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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谢谢，谢谢。